来吧，朋友们，看这黑大。来吧，老铁啊，这赶还赶了个几个月啊，发现自己也成为老油条了。现在走在沙滩上面，看到出气孔啊，必须拿铁锹给它露出来啊！你看吧，哦，又是个大货，月亮背，这次赚了，赚了，赚了，赚了啊！有的老铁殊不知，经常给人家双击，容易提高自己账号的活跃度。哎呀，来晚了一步，就差一步。这海兔呢，刚刚离开水就死掉了。哎呀，我这看到你大眼生生的，多想拍一个活灵活现的样子给大家看一看。哎呦，可惜了！如果你手机连接的是 WiFi， 请给我双击，马上直播喽！哎，朋友们，我感觉大海里面应该有很多这种表兄弟啊。为什么叫他们表兄弟？你看它的颜色是吧？它的花纹，还有它是都是非常扁的鱼啊，一个是狗腿的，一个是多宝鱼，就是体型有点不太一样啊。就不给舅妈在的话，舅妈给个双击，赶海直播更精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已经步入夏天，每当初一十五推大潮，就能看到这些和碗口这么粗的海葵。老铁说能看到呲水一刻就会给我个双击，是真的吗？那么好，砰咚！哇，这么爽呀！关注我，每天带大家赶海直播抓海鲜。